最好的快要发生。中途调整。他在北京生活几成一个胡同，我们匆匆掠过青铜。我们这个歌词啊，因为有说到北京、伦敦、台北、北京、曼谷，所以能力的呈现方式是希望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一些故事发生，然后我就是像一个主角一样，就是看到这些故事在发生。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，还给你笑容，最好的快要发生。